绝路绝路，是绝断天阔最后的绝路，更是最不愿见的爱徒心剑魔刀，封神击杀，立足宿命。罗欣怡真要在此生沉更世吗？罗洪洲以小甘露的命运，又将陷入何等黑暗？请继续收看《黄文德报的戏》《霹雳天机血册》第二十章。如果非得认真思己，王陵捍卫天都，不转亲人，那罗欣怡会将恁惨痛的命运，何以绝路摧毁？